佃户曹二的媳妇极为凶横泼辣，动不动就喝风骂雨，则如鬼神。他平时跟邻里相亲相处，一言不合便要跟人家拼命。只见他掀起袖子，露出胳膊，拿着两根捣衣棒，呼叫跳跃，像极了一头母老虎，所以没有人敢去招惹他。有一次，他趁着阴雨天出去偷人家的麦子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雷电交加，紧接着鹅蛋大小的冰雹从天而降，他被砸伤倒地。这时大风忽然卷来一个能装五斗粮的大八斗，正好落在他跟前，于是他急忙把八斗扣在头上，才幸免不死。这么来看，难道是老天也怕他蛮横不成？有人说，这泼妇虽然暴虐凶横，但侍奉婆婆却很孝顺。每当她和别人争斗，只要她婆婆出来和赤制止，她便服服帖帖地跟着婆婆回家。有时候婆婆被她气坏了，会狠狠打她一个嘴巴，她便立马跪下来认错谢罪。可见她大难不死是有原因的。正如孔子说的，厉行孝道，这可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所以身为人子，怎么可以不孝顺呢？